上面是什么？小宝宝的照片吗？上海三月天。OK。我们作者作者五月天叔叔们的八十岁之约，所以叔叔们先唱首什么？让我们听听吧。那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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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？对啊，想听什么什么歌？你说啊，你说啊。那什么歌呢？什么歌呢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等你们说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他就跟你拼了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能唱到八十岁，等到小宝贝们长大了，然后他们也来跟你们一起唱什么歌？他最开始说他要把天使送给宝宝，然后想把让我照顾你送给他。送给太太，然后什么歌送给自己？最后你选择了什么歌？哎哎哎哎哎哎！我们今天呢，就送给你珍贵的太太，好不好？坐在我身旁，你的心上不懂，我也不想，但你的微笑。是。什么了？刚那个字幕，你会再回去？你还回到第一句？你回到第一句？你回到第一句？不是这样子的。还有前面还有在前面，因为他刚前面有预备气。为什么啦？预备气坐在我身旁。我们是五月天好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想要开始？我们自己决定。为什么现在连字幕都要跟我们讲预备气的？奇怪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们说预备起，我们就开始唱，好不好？预备起！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，风雨大战的为你挡，让我照顾你，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，让我照顾你，让你未来放在我肩。预备起，上。